很多人都会说，等你成功了我就跟你干，但是你可知道，当我成功了，你跟我的距离已经很遥远了，知道吗？雪中送炭的时候你在看，抱团取暖的时候你在躲，同舟共济的时候你不出力，锦上添花的时候我他妈不缺人，当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时候，你他妈在哪里呀？所以说，悲哀的人总是用自己的时间来见证别人的成功，可怜的人自己不敢大胆去尝试去奋斗，却还嘲笑那些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人，活该。活着最大的悲哀不是跌倒，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一辈子都不敢为你的梦想跨出那一步，你注定了永远都是一个 loser。 不要去小看任何人，尤其是为梦想玩命奋斗的人，今天你看不起的人，也许就是明天你惹不起的神。这段视频送给所有为梦想奋斗的朋友。